铜奖者的第一位得奖者是中华海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恭喜中华海洋生技公司，得奖理由是成功建立免换水生态循环养殖技术的整场输出及技术服务，培养生产高经济价值的石斑鱼，兼顾产业发展及生态保护。恭喜，因而获奖。非常感谢主办单位及各位评审的肯定。中华海洋生技坚信21世纪是一个海洋的世纪，所以我们致力于保护海洋，以生态养殖的系统取代捕捞，来供应好的鱼类蛋白质给我们消费者。在这里我要请所有的贵宾好友，从今天开始每一个礼拜至少吃一条石斑鱼，肯定健康。石斑鱼也会是我们台湾未来供应大中华区市场一个最重要的鱼种。在环境的区隔上面，中国大陆虽然靠海，但是它所有的海域太冷，而不适合石斑鱼这一条需要25度C水温的养殖。所以除了在技术上面的努力，我们更相信在行销跟市场上面的区隔才是我们台湾养殖业的未来。再一次的期待各位有机会一定要多吃石斑鱼，有机会在市场上会吃到 HiQ 的石斑鱼，鱼也会有品牌的，一定会有品牌，活鱼一定会有品牌，而第一个品牌也会是全世界第一名的品牌，叫做 HiQ。 谢谢各位。